X 折叠架安装分 S DD 2方向盘，力回馈100%， 稳定性演示视频。好，现在我们测试这个 S 架啊，把那个 DD 2的那个力回馈，现在我们已经调到100了，最大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S 架的那个稳定性。 发动发射盘的话，就是有点吃力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开到一圈。啊！这个发射盘的力量的确是很重。 预先的那个力量转上去，开了几个弯 ，S 架的稳定性还是没问题的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顶着它的两个圈，太重了，就是它想转都挺难转。 那个排挡杆，它毛病就是有时候换的，它有些问题，挂不紧的。终于开了一圈。 证明这个抓的那个 DD2 S 加的那个稳定性还是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，开100%的力量都没有。